是的，大致上是下午3:30前后啊，湖尾地区突然大量的暴风暴雨，所以一瞬间呢，因为我们的雨水的排水管啊，水压就爆大，那所以导致我们在排水管在转弯处的清洁口的帽盖，因为压力过大而松开，大量的雨水就从那个清洁口的帽盖哈、啊、就流出来，